隔壁是那个发假大咖，平时生意特别忙，没事的时候晚上，然后就跟隔壁那个老板聊天什么的，聊熟了之后，他都一直在说对面的那个小姐姐挺漂亮的啥的，每天都说，每天都说，他平时也比较腼腆嘛，也不敢去要微信啥的，然后也想着，要不然写个横幅吧，他